乌菜和炒皮蛋，炒皮蛋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。对，这胡椒虾，恁今嘛就火也开了哦。这其实这样才鱼肉肉样子啊。为什么来讲的？因为今嘛上好哦，就是甲炒搭安尼就好啊。看下看下来，有无？鬼龙吸掉掉吧。哎，那鱼肉看起来超嫩的。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，太太好吃惊。